这天夜里，张建军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眠。就在几个小时前，张建军从警方那里获悉，他失踪20多年的儿子已经找到。这是跑到哪儿？是不是正常有人给他有家养着？一直搁这事就没当那回事，搁这社会上闹腾，只要是他送给他社会，他不会受罪。 细细算来，儿子离开张建军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张建军至今还记得2001年4月26日这一天，正在外地上班的他忽然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妻子告诉张建军，他们的儿子张立伟失踪了。他妈，俺俩就天天找，一找。 几天找不着。张建军说，接下来的几天，夫妻俩几乎跑遍了整个荥阳城，却始终没有找到儿子的下落。考虑到儿子常常因为打游戏彻夜不归，他们一度以为儿子又是因为贪玩躲在外边。大概就是呢，上2年级就开始了吧，去游戏厅。 晚上有时候小孩还不回来，家里很着急。张建军说，他曾经安慰家人，等儿子身上的钱花光了，肯定就会自己回来的。然而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等到儿子回家。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听警方说找到了儿子的下落，张建军十分惊喜。他问民警：“孩子到底在哪里？”民警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他，而是仔细地向他询问孩子失踪前后的种种细节，还反复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孩子失踪后，他为什么没有报警？看着民警脸上严肃的表情，张建军隐隐地觉得不安。难道儿子失踪这件事？ 背后真的另有隐情，他瞬间想起儿子失踪之后，妻子曾经对他说，孩子被他的妹妹和妹夫杀害了。当时，妻子的语气轻描淡写，张建军也没放心上。此刻想起，他突然的出了一身冷汗。难道妻子说的都是真的？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一段不堪回首的陈年往事。孩子生出来之后，前妻也去世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回来我咋不讲课了？我一问他，他说信出去。 养母的真面目，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就在民警找到张建军的前几天，距离他家20多公里外的郑州市杨寨村，有一个名叫陈金民的人，也因为民警的到来而心乱如麻。几天前，民警找到陈金民，对他的血样进行了采集，说他可能牵扯到一起刑事案件。 当时咱不知道弄啥，就要抽血化验。抽血后，民警突然问了陈金民一句话。他说：“你恁那孩儿姓几年嘛？89年到10号。”民警的问话立刻勾起了陈金民多年前的一段伤心往事。时光回溯到1989年的7月份。 就在这个夏天，陈金民的次子陈永超出生了。生了以后，他就是病情加重，就是疼得不得了。不生孩之前，疼得没恁厉害。每满月都去拉到俺这本地的小卫生院。孩子出生仅仅2个月之后，陈金民的妻子因病去世。 妻子的病故使得陈家原本拮据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陈金敏一方面要抚养2个年纪尚小的孩子，一方面还要伺候卧病多年的父亲，沉重的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说实在太困难了，那时候就是生活非常艰苦。那年代本身也是农村人，俺也没有那个家庭，也没有那正式工，正式工嘛，人家开几十块钱的。那时候俺这没有，都是靠着姊妹们去劳动，种种地。无奈之下，陈金敏把小儿子交由母亲看管，自己则带着大儿子出外打工。我姊妹5个，那时候呢，这按照2兄弟、3兄弟的孩跟牛，都是我母亲看着了。他们要去地干活挣分干活，所以说呢，我母亲要光看着俺那个孩，他就是顾不回来。为了养活一家老小，陈金敏努力打工挣钱。然而，当他过了几天回家时，却发现自己的小儿子不见了。他问母亲儿子的下落，母亲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我光着我母亲跟我说，这家里没法，恁爸从床上不起，还能姊妹5个，还有这老2家、老3家了，孩跟妞都得照顾，给咱家要叫4个家来，我也顾不过来呀。原来因为孩子多照顾不过来，陈金民的母亲就将孩子送给了别人收养。陈金民一再追问孩子的去向，母亲却是铁了心，就是不肯向他透露半点消息。我母亲是疾病死了，2018年，她的血压高，心脏病犯，老了。我赶紧问她这孩跟哪儿了，咱都不知道，都不省人事了。你问啥都不知道了。尽管陈金民也曾经在周边多次寻找儿子的下落，但都无功而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过呗，这也不知道跟哪儿了。从民警的问话里，陈金民意识到，民警的到来很可能与自己多年前被送走的这个孩子有关。我当时我思想有顾虑，要说新人家吧，我怕成倒卖儿童。你不管是咋了，我有顾虑，我都没说。民警似乎看穿了陈金民的心思。几句话就打消了他的顾虑。他说：“这与这个贩卖人口无关系。”他说：“主要是破这个案子。”这随后了，我都一五一十给他说，信给人家了。从民警那里，陈金民获悉自己的小儿子已经遇害身亡。我想过这孩子，这肯定是跟着这，人家当时人家肯定比咱强。当时人家家肯定比咱家强，谁出去叫好好生活了，叫幸福了，不想到是找结局。其实，为了找到陈金民，河南省沁阳市公安局的民警已经努力了20多年。这是发生在2001年4月24号的我们长平无名男子案件。这个案件发生以后了，我们就。公安机关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组织侦破此案，屡次攻坚，我们没有发现案件的侦破线索，案件处于停止状态。2001年4月25日，这一天的清晨，沁阳市长平村某采石场的工人途经一处山沟时，发现了一具男孩尸体。当时这个斜面。这个山沟并不是这种垂直的90度的，还有一点斜面，啊，咱们第2天早上发现的时候，小男孩是趴在一个山沟较靠底的一个斜面上。经现场勘验，死去的男孩年龄在12岁左右，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死亡。核定这个过程，就是他肯定是个凶杀案。由于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因打斗而留下的痕迹，警方认为该男孩是在死亡后被抛掷致死的。根据他胃内容物的情况、消化情况，确定死亡时间应该就是说6到8小时左右。这个年仅12岁的小男孩究竟是谁？他从何而来？又为何被害的呢？我们要想去侦破，这个难度首先第一个就是寻找尸源。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个，他是从哪过来的？20年前他是从哪过来的？怎么到这了？这个小男孩是哪的？警方对周边地区展开大范围的搜索，始终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被害男孩的线索。在这期间，警方也没有收到有关小男孩失踪报案的相关信息。20年来，专案组的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不管专案组成员如何改变，不管案件线索如何难找，不管犯罪嫌疑人隐藏的有多深，逃得有多远，不论案发时间有多么长，青阳公安破案的信心和决心始终没有改变。案发当时，由于条件限制，警方没能保存死者的生物检材。后来随着刑侦科技发展，通过 DNA 确定人员身份成为可能，但是如何找到死者的生物检材却成为了一个难题。2020年4月8日，通过反复的检验和尝试，技术人员终于利用最新技术，在死者生前穿着的裤子上发现了一个细微的斑痕。从这个小男孩的这个秋裤这个胯部位置剪了一个很小的一个检材，通过溶解以后，把这个生物信息给提取到他的 DNA。 凭借这一发现，这起多年悬而未决的案件终于有了进展。经查，生物检材信息指向了3个家族基因，一个就是现在是蚌埠安徽的，一个是山门峡的，一个就是郑州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大案指挥部门，我们研究是这样，根据他的死亡时间推断，他不可能就是蚌埠的或者山门峡的，他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尸体死亡时间都运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重点在郑州附近开始排查家系。最终通过大量排查工作，警方找到了陈金民。刚开始陈某民态度还是比较不是太明显，还有意的隐瞒这一段。然后我们做工作他最终承认他有一个自己的儿子，在这个出生2个月左右送人了。孩子是在2个多月时被陈金民的母亲送给别人收养的，而他被发现被害时是12岁左右。这10多年的时间，在养父母家里，这个孩子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在被害之后，警方没有接到相关报警信息？要找到这些疑问的答案，就要先找到孩子的收养家庭。然而，陈金民的母亲在生前拒不说出是谁收养了孩子。那么，警方接下来的调查会顺利吗？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百般疼爱，在小女儿眼中，这个男孩好像是他们亲生的，他反而像是从外面抱回来的，却痛下杀手。养母的真面目，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警方对陈金民反复询问，希望能从他和母亲的对话中找到收养家庭的相关线索，然而几天下来却一无所获。母亲不过说跟这儿了，我也不知道跟这儿了。那吵了回数多了，我也就不跟他吵了。你跟他吵啥？他不跟你讲。于是民警调整了侦查思路，首先从孩子被害的地理位置分析，这个收养家庭一定距离陈金民家有一段距离。考虑到陈金民母亲年事已高，每天需要在家照顾卧床养病的丈夫和几个小孩，自己外出寻找收养家庭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一定有一个中间人存在。如果能找到这个中间人，就可能找到收养家庭。顺着这样的思路，警方在当地展开了摸排，终于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找到这个介绍人是一个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得知就是他这个孩子当时是送给了，荥阳市一个姓张的人，然后该人现在已经是退休在家了。当时他是在一个国有企业里边工作，家庭情况还是可以的。据了解，张建军原来有两个女儿，受重男轻女的旧观念影响，他一直想要一个儿子。当年花了5000元钱，通过中间人领养了陈金民的二儿子，并改名张立伟。后来回来以后呢，就搁家养着，那没点奶粉，俺俩都上班了，真没法弄。他有个女儿，我说跟大姐吧，要大姐他们咱养着。张建军说自己很疼爱这个孩子。甚至超过了对亲生女儿的疼爱。他的亲戚朋友到家中，去看他们两个孩子，都是区别对待，对这个孩子要求的送的礼物，都要比同龄那个小女儿送的东西要多。在小女儿眼中，这个男孩好像是他们亲生的，他反而像是从外面抱回来的。知情人说，张建军的妻子对这个孩子也十分疼爱。女儿问过一次，说了妈，那你这一份橙子我为啥总是给他多盛一块两块？我说你不知道，他的胃口大，男孩家吃的多。这样的一个家庭，在最疼爱的孩子失踪后，为什么没向警方报案呢？张某当时是很娇惯这个孩子的，但是来说，这个情况，孩子已经丢了这么多年。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他不可能就是正常情况下，他不可能是不报警的。我们觉得这里边是有问题的，啊，不符合逻辑，然后就对他们家里面这个就产生了，就是我们就产生了疑心。于是民警决定单刀直入，经过认真研判后，把张建军的妻子带到了询问室。我们就是拿出了杀手锏，就把小男孩当时现场的照片。往这个他母亲跟前一放，他就瞬间就崩溃了。都是我的错，孩子那么小，我不该杀了他，我才是最大的凶手。看着照片上被杀害的张立伟，张建军的妻子李秀芳失声痛哭，随即。一个被他掩藏了20多年的秘密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李秀芳说，杀害孩子的凶手是孩子的姨妈。那么，孩子的姨妈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外甥下毒手呢？李秀芳又为什么说自己才是最大的凶手？心存隔阂，领养少年渐行渐远。度日如年，殚精竭虑，苦不堪言。养母的真面目，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01年的4月23日晚，李秀芳一宿未眠，一直等到天亮，儿子张立伟依然没有回来。等不着，那没办法，骑着自行车出去找，到处找，找不着。他好像出去打游戏。咱想啊，孩子很多都打游戏了，咱尽量帮助吧，尽量教育吧。是说教育多次，不给。而更令李秀芳无法忍受的是，儿子竟然有了偷东西的恶习。不少的人都说，就那个，能看见了没有？就那个女的带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呢，就是他那男孩光偷呢。邻居偶然间和张建民妻子说的一句话。更让他火冒三丈。谁又问他？他说：“俺妈死了，俺全家人早都死了，都死光了。我说你可不能这样说呀，你放学了，妈妈在家给你做饭呢，我还得上班，我急着做饭，你还给人家这样说，我说你像话不像话？当时我也恼了，我说就是让一个狗看见人还白白眼了。过去一向乖巧的儿子，为什么突然间就像变了一个人？李秀芳突然想起来，在一次家庭聚会上的一个细节。听见我婆家二姐，她说了一句啥嘞？她说了一句，她说：“走，亚伟，走，跟我走。李耀民不是恁亲妈，走，我去找恁亲妈。”也许正是邻居和亲友这些看似无意的玩笑话，无意中触动了孩子内心最敏感的神经，这让李秀芳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变得越来越困难。宠溺不行，打骂也不行。作为我来说，我心里想着，可能是我打他打得多了，因啥就我一个在家照顾孩子的，那没办法，他爸也顾不上。经常就是一听说他弄啥了，回来我就打一顿。他能从这起以后呢，他就可能他在我跟前他也没有说过啥，他就可能产生好像我光打他了，虐待他，可能是这。于是张立伟和养母李秀芳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从起早贪黑玩游戏，逐渐发展到几天几夜不回家。去找他，回来的路上。看见一个这个废弃的这个盖的那种毛坯房，当时那个房子嘛，听到里面好像有唱歌的声音，然后老师放下车去里面找了，发现这个小男孩自己一个人啊，在那生着火，在一个就是毛坯房里面啊生着火，自己在那唱歌也不回家。为啥不回家？我不想回家。为啥不想回家？我觉着在这外边很好玩。李秀芳没有意识到，自从对自己的身世产生怀疑后，这个男孩的内心就变得分外敏感。养母日常的管教，在他看来就是后妈的残暴，而周围人对他身世的议论，更让这个孩子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于是不断犯错，成为他发泄不良情绪的渠道。因为他那个家庭条件是相当不错的。然后，他那个家庭也是比较爱面子，家里边抱养一个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家里边觉得很丢人。养父母觉得丢人，也许在张立伟看来正中自己下怀，他想通过这种对养父母的伤害来平衡自己因为寄人篱下而自卑与脆弱的内心。儿子的肆意妄为令李秀芳几近崩溃。这也让他的妹妹李秀敏十分难受。我是比较重感情的一个人，包括我老公也是这样的。看到我姐最后哭，最后难受，我们真是每次她掉眼泪，我也是陪着掉眼泪。我真的不愿看到我最亲、最尊重的姐就这样。然而，妹妹的安慰并没有让张建军妻子的烦恼得以缓解。反而令他感到更加绝望。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当初被他们家寄予厚望的孩子，反而令他如此痛苦不堪，在外人面前丢尽了颜面。突然之间，他内心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你说小妹说那种，小妹也没法儿。我说不中，我干脆就那咋办？小美还理我一句：“你有那胆量吗？”起初，李秀敏认为这只是姐姐的一句气话，然而她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感觉在同事亲戚面前抬不起头，李秀芳此刻已经几近疯狂。她没有意识到，孩子的叛逆只是一种寻求关注的强烈信号，而是将自己生活的不如意全部归咎于这个不懂事的养子身上。恶念已经彻底冲垮了这个女人的理智。当时我们是怎么说我？反正都是劝，都是劝。毕竟养了这么多年了吧？你看那么小，给他养大确实不容易，都是劝，也没有说张口就把他弄死，或者把他送人，真的不舍得，真不舍得。咱养个小猫小狗的，养一段时间还不舍得送人呢。这一天，当看到张立伟又是一夜未归时，李秀芳一大早便拨通了妹妹李秀敏的电话。我能抽个时间，能想想法儿，把他拉得远一点，教训教训他。我说的是教训教训他。 真不行啊！我又在俺小妹跟前说了一句这，真不行啊，叫他消失了。于是李秀敏叫上自己的丈夫张涛，在上学的路上截住了张立伟。等到他以后，然后直接以这个警察在家中，就是说欺骗他吧，说要抓他，然后把他哄骗上车。随后两人驾车拉着张立伟向城外开去。 我听我媳妇讲呢，就是这个孩子呢，他姐的意思呢，让把他送给别人，他不想养了，因为这孩子他丢人了，哎，完了之后呢，因为我以前呢到晋城去过，我一个叔叔在晋城火车站做生意，知道吧？我媳妇也知道，他就跟我说，他说不行，把他送到晋城吧。就这样，三个人驾车来到了山西省晋城市，不过忙活了半天，他们也没能将张立伟送出去。 到了下午，他们又拉着孩子向郑州驶去。李秀敏说，一路上他们还试图说服教育孩子。他就跟我对着干了，意思说了他有爸妈，为啥我来管他？我说我虽然不是你直接监护人嘛，但是你小姨你也知道对吧？你都把你爸妈都气成这样了。 我不教育你，你妈都没力气教你，没精力教育你了。时隔多年，李秀敏说，她已经忘记了当时张立伟具体对自己说了些什么，她只记得张立伟的顶撞令她气愤不已，于是她瞬间失去了理智，把魔爪伸向了一个只有10多岁的孩子。他给我一顶嘴，我就手就抓住他衣领子了，我就这样，我说你能不能改？就这样说很多这方面的话，我不知道最后咋变成这样一个动作，我真的是不知道了。小孩叛逆，不狠，当着狠，越当还越酸，他越强，所以他的小姨子都孙子都往那副驾驶拧过来都卡着他脖子，啊，推，他越推还越看上，还卡得越厉害。 所以说看得厉害，最后一看，哎，我拎不中了。当李秀敏从恍惚中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已经酿成大祸。不敢想，真的孩子是无辜的，真的他犯了一点错，真的不足以死，但是他做的事儿会把家长的心精神弄崩溃的。之后，李秀敏在丈夫的协助下。 将张立伟的尸体抛置在沁阳市长坪村的一处山沟内。正好这边有个沟，然后他停车停到大概就是停到这个护栏这个附近的位置以后，女嫌疑人将小男孩从车上拖拽了下来，因为她一个女人嘛，她力气没那么大，她拖拽下来。当时咱们这个护栏不是一体的，是一段一段的，从这个护栏的间隙中将小男孩拖到沟边，将小男孩抛尸到。 这个山沟里面，之后两人便驾车一路向郑州方向驶去。几个小时之后，张建军的妻子接到了妹妹打来的电话。姐，他俩同时都说了，老不好意思，失误了。我说咋啦？失手了。他一说失手了，哎呀，当时叫我浑身啊哆嗦。 老害怕的慌，我不让他说，我说算了，别说了啊，谁啥都别说了，我不想听，我老害怕。当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后，张建军急匆匆赶回了家中，去寻找失踪的儿子。而由于害怕受到丈夫的责骂，李秀芳一直不敢对张建军说出儿子失踪的真相。我欺骗他了。 就是这，我想起老伤心，我真不应该这样，我做的太不对了。那时我为啥老骗老伴儿了？我欺骗他的意思就是，原因就是说了，那时候我老婆一说出来，我估计俺俩绝对会离婚。就在多年后，当张建军最终从妻子那里获悉是李秀敏和张涛杀害了自己的孩子时，他却把这番话当成了妻子在精神恍惚下说出的一句戏言。我说他搁郑州住，他今年了，咱都没见，成天找他，只会咋给他找着给他害。我一直是怀疑，我说这是不是骗你了？最后我说，要是真害了他，你报案。我老婆就说了，那你看这是自己是亲戚啊，这咋办？我就也就认为是不是真事儿，还是这糊涂的。也许是出于一种怕得知真相后不可收拾的恐惧心理，张建军说，他此后并没有再过问妻子这件事儿，对外则声称儿子离家出走了。大概17年是18年，我是到23岁，我都是结了婚了，或者成家了，年龄也不小了，我脑子总想的是这事儿。在得知凶手竟是儿子的养母和他的妹妹时，陈金民不由得悲从中来。我这个孩子，恁不养我，恁来，恁也知道给这儿领啊，是不是？你给我弄了，我还养我呀，对不对？我也不是不养我，恁把他给他害了，于心有愧吧？那是一条人命啊，就给他害了，他有啥罪了？恁点一点，啥都不着。陈金民说，对于儿子来说，他没有尽到父亲应尽的职责，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他要把孩子的骨灰接回来，埋葬在他母亲的坟前。陈金民说，这里才是儿子真正的家。回想当年，李秀芳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追悔莫及。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李秀芳采取了最为极端的手段，最终酿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她鲁莽的行为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么，从最初的期盼到最终的悲剧，养母李秀芳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李杰的解读。犯罪嫌疑人他的心路历程大概可以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刚刚领养这个孩子的时候，那种心情应该是充满期待的。那么这样的一段亲子关系是不是过度的溺爱，埋下了一定的伏笔？那么第2个阶段，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相对比较顽皮，甚至有些行为比较恶劣。那么对于极好面子的母亲，让这个家庭开始出现丢脸行为。那么这个母亲怎么样去处理孩子的问题？他更多的选择的是直接的打骂，那结果发现这样的行为可能不能改变孩子，反而让问题愈演愈烈。第3个阶段其实就是案发时候这个孩子12岁左右的这个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事件是这个小孩发现他自己其实是养子。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他的心理过程除了上述阶段的这种无助、焦虑、痛苦、失望之外，还会有很多的自我的质疑和怀疑，比如说是不是有后悔成分在里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还会有很多失衡的心理状态，比如说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是怎么来回报我的？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这么顽劣啊？不仅不孝顺，对我不好，甚至还会出现跟我吵骂，让这个家庭丢脸的种种情况。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历程实际上主要经历的是从充满期待到不断失望，不断的去调整，但是发现对这个孩子的行为不起作用，最后失望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在矛盾冲突中，在情绪激化中产生了这样一种过激的行为。李秀芳及妹妹李秀敏、妹夫张涛均涉嫌故意杀人罪，该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